吃是 OK 的，只要你放在笼子里面就好。对对，今天来宽哥的一家宠物店给狗狗打疫苗，因为我们家附近的哈都已经满了，我昨天订的一楼。小哥哥骑完车都没换衣服就直接带狗过来。 OK， 今天 Lucky 在笼子里很乖啊，都没有叫。老魏帮我 check in 了哈。我们到了，我在填表格，然后小哥哥把它拿出来。称重量，我那天跟他称了，好像是3.3kg 了，小肥肥啊，2.45，哎，那我称错了，2.45kg 啊，2.4，对，哎，怎么我称的不对呀？可以了 ，OK OK， Hello， 我们的 Lucky 快吓死了，我看。Hi Lucky， 哎 ，Hi Lucky， 这里有大狗哈，老实一点啊。Hi Lucky 看傻眼了，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狗，看傻眼了。哇，感觉这个哈士奇可以说话。在等。哎 ，Lucky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狗。他只敢这样悄悄的瞟一眼，瞟一眼。Hi Lucky，Hi Lucky， 妈咪累了，让爹地抱一会儿。你的脸好脏哦。你真的是要冲凉了。Lucky 今天见到世面了哈，见到这么多狗，傻眼，老老实实的。那上次我带他去那个 pet 的时候，也是看到，也是有看到一些狗哈、啊。哎、嗯，为什么感觉他现在鼻子上没什么毛啊 ？OK 哦。啊？鼻子会有毛呢？原先我记得有的嘞。有 kiss daddy 哈、啊。而且这么脏啊！我的天哪，今天真的是太不上相了。过两天那个什么，那个剃毛那个东西到了之后，我看给它刮一根毛吧。它真的掉色了，你看现在在这个光下面，它已经不是 brown color， it's like golden color。只是我的，只是外面的毛就没有了。嗯。So 我们也有一样的，所以它的膝盖是这个东西 ，it's the round bone。嗯 ，So it sits in a groove and it's helped by ligament. 有些狗 ，especially toy breeds poodle, Maltese, Chihuahua， 有时候会有点松，所以它跑来跑去。嗯、它一跑出去的话，它就会紧一点。它就一拐一拐了，不可以用它的脚。对，等它放松了，它跑进回去那个 groove， 它就可以用它的脚。哦，这样 OK。对，它生下来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如果它已经有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它一直站这样或者跳。嗯、哦，明白。因为如果他脚不稳的话，有时候他 lose 他的 balance 或跌倒，他就会拉到他的 ligament。啊，明白。所以这只脚要小心 right side。OK。Then also 因为他的 bone 一直磨到 each other， 有时候有些狗会 maybe 有比较年轻就有关节炎的问题。哦，这样啊。对，所以以后就要帮他补那些joint supplement 啊，骨三明这些。啊、哦。Yeah. 马夫都很喜欢乱跳的，你要小心。OK。这是什么？啊，车哈利啦。嗯。啊，乖乖啊 ，Lucky， 听你的心跳哈。OK， 很好。很好。OK， 坐着也 OK。嗯。OK， 走，你帮我抱着他，我去装那个 vaccine。嗯。啊，不要动啊 ，Lucky， 乖乖啊。可能需要你抱着他呢。嗯，可以啊，可以，我抱他。好。哎呦，你这边打结、啊。嗯。
我给他说，他就冲我凶，冲我吼我。哎，没办法，他的毛真的是、OK。一二三 ，OK。但是的，哇，你好乖呀、啊，蓝皮，哇，这么快呀、啊，啊，这个手法好好啊。乱生，这个 video 太 boring 了，好 boring 的 video， nothing happened before realizing finished， 好了，已经好了，不痛不痛。打完针可能会发烧，会有点累，胃口不好 ，for one or two days， 就要 monitor 一下。如果他脸肿起来，很痒，或者呼吸困难，就要带他回来。好的，就是 emergency。好，我多久之后可以给他冲凉？一个星期后。一个星期后，对 ，OK， 那多久可以带他出去玩呢？也是一个星期后。一个星期后 ，OK， 对 ，OK，After this 就是每年打一次的，每年打一次。对 ，At the same time， 他有没有吃驱虫的药？有有，我有。家有吗？啊，这家里面有。你知道那个名字吗？觉得他们家就是等待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我们七点半的预约，我们八点半才看上。哎，太久了，这家等太久了。啊、看完之后等他们开 receipt 啊，开药也是很久。这家宠物店比较不好找，哎，它是在一个商场的那个旁边。这家叫 Spring， 我现在打车回去了。哦，这边它都有写啊 ，Watery。哎呦，全甩出来了！哎呀妈呀，你全甩出来了呀 ！OK， 这只鱼，嗯，嗯，好了。好，揉揉揉揉。OK，Good boy，Good boy。这个药，但是要我觉得要棉签先把它耳朵里面给它弄一弄。嗯。Good boy。嗯，今天打完针有点蔫吧，在沙发上躺了一会儿。嗯，没事。行，再 massage 下。OK。这狗今天打完疫苗，蔫巴了。嗯。回来就一直这样躺着，蔫巴了孩子。小可怜。